你看，但是在电影创作上，刚才他讲到有个同情，你跟一个地区的人，你同情共感的问题。那比如说喜剧呢？喜剧，我觉得内地人的笑点和香港人的笑点是不是不太一样？你不觉得我这五六年很少拍喜剧吗？所以，在这个商人的思维必时、啊，避实击虚，是,啊、是,是更难？要掌握这个笑点，呃，难一点。 没那么容易，因为大家一用同一种共振长大的，终归是好一点的。嗯、对，<好>有一个科学研究，就是说人为什么会笑，<好>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说，人是跟熟人在一起笑的几率比自己一个人或者跟不认识的人要大几十倍。你看我，我这两年都在拍，就是、要熟的我追龙一，追龙二，下面追龙三，这样一、一、一一,一直追下去都不拍喜剧的原因。 啊，哦、比较难了，你找不到这个打通的共振。不是有，可是怎么都没有别人好，嗯，没有就是没办法，好像麻花啊，他们这样做到那种那种情况、嗯、做不到的。按说你是研究喜剧，也等于研究了半辈子了，是是吧？是。那你比如说香港代表的就是星爷的这种啊，所谓这个无厘头，但是哎，星爷的新喜剧之王，你愿意评价吗？我挺喜欢的，怎么说？哦 我觉得他搞得不错，这些、个、比之前两部戏都好。可是就是不吃啊，不吃就不吃了。你觉得他有没有这个共振？以我评分，比服药片多好啊啊！啊但他有没有这个？比如像周星驰的电影啊，我觉得这这个现象蛮特别。就那个时候他是为香港人拍的，但是后来被配音之后。 反而在内地是，哎、他从来不会为香港人拍，就一开始吧，也是呢，他为钱拍而已，跟跟你一样。但我,的 <laughs> 但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个笑点的掌握，他对什么叫好笑那个东西的掌握，他也是用香港人身份来理解。是，那为什么内地的观众看了也都觉得好笑呢？嗯、而且我觉得就是因为以前、嗯、以前那种喜剧，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动作。 你看他的以前老人那那那,那批，我跟他合作的那些呢，有一些口语还是挺受欢迎的。他自己的多半吃的都是动作，而不是口语。你可以想想，比方说，呃，包租婆，你记得他有什么对白吗？你不记得。嗯嗯嗯嗯 你记得他拿拿那个扇子打人，对你记你你你记得他那个思考功，你记得这些动作动作的东西，你不记得他任何对白。哦，这靠表演，靠表演。你觉得他是这个最好的喜剧演员？是，他他从来都是。但是这一套，我估计后面三十年都很难有人追到他。是吗？嗯。沈腾呢？是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演员跟他不一样，大家节奏都完全不同。你比如说，您也是作为香港人哈，你看现在呃内地最火的喜剧，你你你笑吗？笑，就你觉得你的反应跟影院里的我看北京观众是一样的吗？同频的吗？未必，可是我笑。嗯，它不是绝对对立的，它有些东西。那我看跑了坞片我都笑。对啊。对不对？对不对？对。但是有时候你在美国。 在戏院里面笑，里面看，呃，有的人啊狂笑，你都不知道他笑什么。嗯，嗯但是为什么现在有些呃影评会讲，就是说当年星爷的那个是老梗，那些老梗现在再使出来，今天的观众变了什么的？影评界是从来是最没有，就是，规格的，<laughs> 沒有沒有任何人都是影评人，是不是？你你不需要上一个课或者。 拿到一个学位才是影评人？所以你为什么举一个这样的例子呢？没有意义的，任何人都是可以是影评人，有什么参考价值呢？我他说这个还真有意思。我我因为种种原因啊，我前两天才在那个收费电视上看了这个新喜剧之王。我因为之前都是说很多恶评嘛。嗯嗯 但是我看了的感觉，真是跟京哥有点像，甚至我原来认为他是很随便瞎拍的一个，不是。但是我觉得他可能转角有一点错误。哦、王宝强的角色是是有点有点放错了，如果调一调会好很多。而且我也注意到一个，就是他是个他有他特有的表演风格的问题，很难代替。你你找他的这个他设计的很多东西啊，就是他说的他的那种表演风格。 生发出来的东西，但是要换了一个人呢，好像做不到。是因为呢，他当当导演的时候呢，他真的会演一次给你看的，他就要你演成他那样、啊、一模一样。可是呢，谁演得到呢？可是呢，<laughs> 就每一个人都演不到，然后他就很生气。<laughs> 后来后来，后来舒淇他们是故意，<laughs> 哎，你演一次给我看，实在就想看他演，好笑就这样。<laughs> 那他为什么不干脆自己演了呢？他就对、啊、一个人到了某一个年龄。 面对不了自己，哎，就这样啊！有尊有有，有我都演不了，不要说他了。现在，嗯，是吗？要体面了，不是，就是到了一个年龄，你就做不了以前年轻人做的那些事情了。嗯、啊，能理解，能理解。哎呦，嗯、对，是就是现在我，我我也不太想拍喜剧片的原因。嗯，我宁愿笑了吗？不是，你想的事儿多了是是，是不是？不是，不是、嗯，我觉得我。 我混了那么久了，我年龄到了这个份上了，我还要做那些？不要做那些了吧？那你觉得喜剧是一个比较初级的东西吗？所以不是不是，问题是你去演呐、啊，你去肯定去搞，让年轻人去演了嘛，啊、你老人家还去演？那乌迪艾伦不是自己还在演吗？啊，那个、呃、乌迪艾伦自己也在演，他也很搞笑、啊。我觉得他好可怜。<laughs> 这个他这个里边啊，其实都有个人生观的一个问题。你看，呃，我身边我们熟悉的哈，更多的是说导演，我要拍我心中的东西，我要讲我要讲的话，对吧？就是我爱拍什么。但是我觉得好像你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困惑，就是因为我把它当做我的 career 职业，not my h a p p y 嗯，不是我的嗜好。那你做的苦吗？不苦。 做的开心吗？嗯、开心，<laughs> 那为什么呢？啊，一些不具备条件的，需要咱拉不的，需要很多压力，有成就感呢、啊？啊、你很快做完很多事情，是不是有成就感？对啊，你你有成就感嘛？achievement 嘛？就是那种嘛，你你你专业嘛，专业就把它做好就行了嘛。你做好你就觉得开心了嘛。哦，那你说比如说这个像这个呃研究这个喜剧啊啊，你觉得有什么规律吗？能。 把人逗笑了，实在在在,在我入行七十年代，我们看都是看美国的那种，就是呃喜剧书，就是刚才他常提 w a l l e n w a l l e n 当时写的都还挺挺靠谱的，现在老了就乱七八糟了啊。当时写的书很多都很好的啊，然后你都都会参考的。然后我们还看 f d 弗洛伊德。 他有几本书是说人会怎么会笑的啊？因为呢，你看现在你像我们电视界的有的那个总监就说那样的话呀，就是说我估计现在这个都呃是不是有点下去了？但是至少在最近这么一一几几年内啊，就是说能把人逗乐的事情，到达了他现在红利最高的一个时代。对，你看我们周围吧，不管是你只要真能把人逗笑，真的逗笑了，哎，真是名利双收，绝对发达。 就是好像就是我们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时候就是这么样的需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笑。应该说，你要是从商业利益上来讲，打能把人逗笑，现在在中国那是一等一的本事啊。也，中国也未必。中国道德观念还是太比较比较强，啊，然后我觉得他们还是会维护证据多一些。 不然你郭德纲为什么长期都会压在那个水平？给人家他逗逗逗乐逗的最多了吧？嗯。但是这个喜剧片票房这么好，他演的不行啊。就只有只现在就知道沈腾比较好啊。然后沈腾都开开始不想演了，你看他也飞驰人生，你就知道他不想不想逗大家笑了，他想演爸爸，他想死，他想演这些。嗯。 为什么是演喜呃<我>是演喜剧很累吗？就是你要逗别人笑，<累>你自己就很累比任何戏都累十倍。嗯、怎么说呢？演喜剧是比演任何戏都累十倍的活。它累在哪儿呢？累在你要说服自己这样做。嗯、<laughs> 对他、嗯、喜剧问题，他往往有一个咱们研究这个笑的规律嘛，说这个有有有反常性。 有反常性，而且呢，还有一点，他刚才讲弗洛伊德啊，我就记得，你知道弗洛伊德里边有一个理论嘛，呃，就是人的不同发展阶段，比如说像孩子，就常常是，比如说就就说是怎么说呢，生殖系呃，就从从排泄系统期的快感，到口唇期的快感，一直到最后成年人的那种呃快感，然后呢，你看你同时你又发现没有，我们很多时候批评有些喜剧片呢比较低俗，就是说充满了屎尿屁。 我觉得这个真是挺有意思，就是说，呃，一方面来说呢，就是你发现没有，我逗小孩玩，后来我发现，挺好玩，就是小孩子啊，你只要跟他说屎屎尿屁，他就会笑，很开心，会说<对>放,个放个大屁，<对>不,不,不啊，小孩就笑。 所以这可能也是人们瞧不起的一个原因，就是说你你离这个这个本能生理本能太接近。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讲，这也是这也是就是说明这是很大一块笑料，就是距离人的那种原始本能比较接近。笑就是推翻规范嘛？对啊，推翻规范就好笑。推翻禁忌啊？对，啊、哦。所以我觉得在中国比较难的地方就在于，因为呃。 因为笑这个东西，刚刚我们讲不同的文化底下，你觉得什么叫好笑，有时候是不一样的。那么在有些东西，你比如说在国外讲，你可以会大家会觉得很好笑，但这个明显在中国就很不好笑。你这么讲的话，大家会觉得很亵渎啊。其实我有一个特别深的体验，就是、啊、其实我人生第一个理想想当个相声演员。啊、我小时候太不像了，你没有想到。我小时候我记得我第一个储钱罐满了以后，我砸了，买了三块六毛五一本，就是上海独角戏。 全全集嘛，我上面所有东西，什么三十六家房，客我全能背出来。但后来我为什么没有做这个？我就发现女的太难了，就是你刚刚讲到竞技，就是一个女的你要在舞台上打破这个禁忌，你的形象就大家社会是很难接受的。一个女的怎么可以这样？女人在笑这件事事情上，只能做一个被动者。对，啊，你听到陪着笑笑可以，你去说个笑话，很多时候打不破。所以到今天为止，我觉得中国没有好的。 呃，女喜剧有，但很少。我觉得国外也很少，差不多都是一些放弃作为一个女人的优势的人才，才能跟政治家一样。比方比方贾玲，你吧？她她差不多都放弃自己作为一个女性的优势了。哎呀，就比如说，本来你应该要漂漂亮亮的，或怎么样你算了吧，这把算了。真的是，对对。而且我我我还想问一句，就一般演戏，比如说我们以前会觉得说，一个演员在塑造角色。 他要掌握这个什么角色的心理，然后要尽量把他演活了。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很多喜剧里面的那个演员，恰恰不是一般的活人，他不是正常的活人，是不是？这一点也是一个最很难的地方。啊、我我我我我我举个例子，当年吴君如特别火，对啊,啊，对啊，演喜剧啊，嗯、然后突然间，见他所有喜剧他都不接，然后他就马上不火了，也赚不到钱。我有一次，然后就减肥减到特别瘦，然后就。 大家都瘦了不好笑了，就就那样。那我就去问他：“喂，你干嘛呢？你这样，你就是把钱推出门门啊？”他就哭了，然后他告诉我：“人家告诉我，我我美了，我开心。”哦，这真有意思，啊、嗯，那好惨啊！然后他他很坚持，然后然后是变成了一个挺不错的。 形象后来啊，可是就<以>就,就像以前一个女女笑匠的那个就就没有就已经没有了啊。所以真有那种理论，不是喜剧就是自毁给别人看啊。对，哎，<对>做女人难，<对>做搞笑的女人最难。哎，但是文道，你分析过没有？哦、<呀>人为什么看到别人惨，对，就会好笑呢？这里边有什么动物本能没有？没有，这个很多心理学家都有讲过，或者很多学者讲，第一就可能是因为。 呃，你看到别人那种惨，呃，那是代替你。那有两种，有时候我们是看一个电影会哭，因为你觉得那个人在代替你去死；但是另一些时候呢，你觉得那个人代替也惨，但他不至于到那种。这完全是看戏剧的描写、铺写，怎么样让他觉得你觉得这个人。因为喜剧有个好玩的地方，你知道那个人不是真死，你知道那个我们在一个假定的状态，在那种假定状态下发生再悲惨的事情都可以很可笑。实在呢。 欺凌也能带来快乐，对啊，所以学校啊什么都很多欺凌的，对啊，欺负别人。你看电影，有一个人有一个人啊、哦、掉到坑里面了，那大家就狂笑。如果你本身你你这个人人性不愿意去欺凌别人，可是这种看到人家掉到坑里，你满足了那种欺凌的的的,的满足感心理，可是你又不需要去真的去欺凌人，所以你们就大笑了嘛。 哈哈，<laughs> 本人说的而<且>，<laughs> 而且你想想看我们小时候看的那种美国、啊、美国的绝对，你看有的人，比方说有两三个很坏的同学，去故意脱一个小胖子的裤子，其他人在旁边都<笑>,笑的，不会说哎呀你不好这样。 现在欺负人不很少的，十个里面最少要八个是笑的。哎，不笑的呢，就是有感情出来了。对啊，有感情就不笑了。好像是因为这个人的惨，啊这个、他应该是不具备代表性，是比较这个意外的。对。好像我记得谁说过，叫那个一个人的悲剧是全社会的笑料嘛。<对>但如果这一个人的悲剧是有代表性，啊、你每个人看到觉得我也是那样，你就笑不出来了。嗯、对，就是、它是一定偶然性的意外的东西。哎，这有这，就是西方有的哲学家就研究这个笑的原因呢、啊。 我就记得我看过一个哲学家，他说的挺有意思。他说，当你笑的时候啊，感情是不在的。嗯，感情一在，你就不笑。笑不出来，对。哎，就是说，你比如说，你看他摔倒了，<对>你如果是感同身受，你同情了，对，你就不会笑。对，所以喜剧一定要很快的，一开始就要跟观众建立一个默契，就是说，从现在开始，我们进入一个不正常的状态。在这个状态底下，你看到一个人摔倒了，你是可以笑的。 看到一个什么的，你不需要投入那种感情的，你需要把它当成另一种东西来看。所以什么电影、什么电视剧类型电影，你要跟观众建立关系，让别人把你当什么看。还有一种呃理论讲叫什么，就是紧张的解除。嗯，紧张就或者是你你比如说呃，好比说我跟你对话啊，我说你看那个、呃、十十十年之后啊，我就在那个山顶李嘉诚的别墅里看着这个呃油麻地的你。 啊、哦，结果你接一句呢，可能说对，你在李嘉诚的佣人房里看着我，这个就是就是前一句话好像就是呃，是不是会哎呦，他十年之后要成为李嘉诚，他积蓄起某种紧张，但是哦，原来是当李嘉诚的佣人房里，是吧？这是有一派，一解除就笑，您觉得有没有这个规律？呃，这个是个小规律，并不是大规律，大规律还是还是供给规范。 攻击规范，攻击规范，比方说，呃，政治、宗教、性，就是三个最典型的规范。嗯，那你像在咱们国家比较传统的这个国家呀，所以这三个对对三个都不能够攻击的。对，所以都不能碰所以要美国现在也不能碰啊，政治正确起来之后。哎,哎，是<对>是。是在我小的时候，<对>很多就攻击自己，要么是攻击残疾人，以前特别多，现在也不可以。对可以啊、对所以我现在有时候想起来啊，当年呢、啊。 侯宝林、嗯呃，马三立，这个为什么是大师啊？嗯嗯、我觉得是太不容易了。就是说他，你比如说那个时候他们也不能把、嗯、把要把相声从低俗里解救出来嘛。那所有这些个低涉涉及低俗的他不能要，但不能要仍然能，比如说关公战群雄啊或者什么，他仍然能让人笑。 他这个里边找到的有些呃规律啊，我觉得有些时候笑，要不说他说跟表演有关系，我很相信。其实同样郭德纲的相声，不是郭德纲说就不一定有这个效果。对呀、嗯，对,、啊对,啊对,啊、对甚至有些表演当中啊，有些非常微妙的节奏，<对>节奏点。你比如说，哪怕是这个捧哏的这个于谦嗯这么一声。 他这嗯这一声就像是这个鼓点嘛，打到了那个鼓点，嗯对了对你就乐了，对啊，嗯了慢慢一点就不乐。你解了我一个困惑，<对>我一个朋友讲那个脱口秀的，他一直跟我讲，他说，不是一个演员讲了一句笑话，是一个好笑的演员讲了一句话，嗯、我一直没有理解。嗯、后来你这么一说，我明白，其实是表演。喜剧演员，他的那个气场。喜剧演员呢，就是得到了一个牌照，就是观众会对你笑。 并不是谁说一个笑话我都会笑的，你拿出那个牌照来，你是沈腾，我笑了。但是你觉不觉得还有另一种啊，就是人们所说的这个幽默？因为今天呢，我也看到有些文化人经常爱发这种牢骚，说今天的这个观众啊，他们这个感受幽默的能力好像在理解能力在下降。就我说这个，因为语言的幽默很多是需要拐着弯儿听我这个话。那。 那就是问题在就在那了，拐着弯嘛。那个弯是不是同步拐？嗯，哎，你这是 mass communication，电影是，啊，你同同时有十万人、一百万人看的，那十万、一百、一百万人是不是同时拐那个弯？如果不是同时拐那个弯，那就不笑喽。所以说，还是一个跟，跟跟跟大多数的一个一个一个关系对、啊、这次是大众传播嘛。 大众传播就是同时到一个点儿，同时笑，互相共振，那就全员疯狂笑。那我我还想再问啊，像像金哥，你现在这几年你不拍喜剧了，嗯、那像这样的电影，你在拍的时候，其在内地、嗯、这么情况下拍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跟以前拍香港纯粹的香港电影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是，立场不同就行了，实在都一样的。 你表达一个故事，从一个什么方向？以前麦当雄最喜欢男盗女枪，嗯，就是 <laughs> 麦当雄這他一定是按那个反派犯罪那些人的呃主主观线去写整个事情，警察都是狰狞的，对，都是坏人，<對>警察是凡是坏人是<對>啊，是但是一个方法，<對>可是没关系，我们从从。 正的来来写，我们从司法机关的立场，从他们的角度来写，一样好看，还是写一个同样的故事，啊，可能对一些特别追求观能刺激的，会麦冬琼那种，会会他们爽一点，爽一点，可是大部分的观众还是会喜欢看正的这边去去去,去写的，等于一直有一两个。 你所说的那种影评人，在那些呃，就是网上老说哎呀，那、这个《追龙》比《破豪差得远了。那当然，我没有叶子妹嘛。<laughs> <laughs> 他就是少了个叶子妹们而已，啊，就没有那种色情啊、低俗啊，没有那种东西而已。所以，当导演呢、啊，我现在觉得真的是，过去我们不愿意相信说电影是一盘生意，对吧？嗯 可是实际上，你看啊，他跟一般的画家、作家可真不一样。不一样，他脑子里得多少算计啊！你少了艺术家的激情也不行，对吗？但是呢，呃，包括政策、法律、文化、风俗，呃，这个香港这个地方和内地这个地方不同，观众，哎呦，他得算多少？包括这个投资啊、嗯，哎，你有没有像有些导演那样？你比如说，我想拍一个戏，超支我也要拍。 我一定要拍到我心中的那个结果。呃，看我是会计算，超多少能得到多少。在你心中没有一个理想的电影？我觉得没有电影是理想的。没有说哎，我这一辈子电影生涯我要有一部作品，<就>哎呀足为此生啊。嗯、到目前为止。 我此生看过的只有《教父》，是到现在都找不出很多错处的一部电影。其他，时间会令你失效。你当年啊、哦，好的不得了，你现在你看《复仇者联盟》，是二十年后看，大家当笑片看啊，一定。但二十年后的小孩拿出来看，哈哈,哈。 哈哈，对对 <laughs>，等于今天年轻看我小时候很喜欢新球的。他干嘛要戴着这个头盔？对对，这样就这样，肯定的。那你比如说这个，你有一个名声啊，当年你拍了很多，呃，别人认为是烂片。我不知道烂片该是什么定义。你觉得烂片是什么叫烂片？嫉妒而已了，有什么烂？烂片 <laug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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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本事拍那么多吗？既然烂，怎么可以拍那么多呢？当然不烂了啊、呃，你自己觉得还可以。 我觉得不赔有钱赚有什么问题呢？哎，那么反过来说，最赚钱的电影是,不是好电影，百分之九十都是好电影。我以为你要说百分之九十都不是呢。都是赚钱。赚钱因为赚钱的话，你是等于是说你在观众当中取得一个最大公约数嘛。如果你的人数越多，那就是。啊、所以好好的定义是什么吗？不好的定义是什么吗？嗯、是最多人喜欢，还是某一些最高档的人认为好？什么叫好呢？ 但是问题是会不会有这种情况？举个例子啊，像《复仇者联盟》啊<好>，第四集结局啊，票房一定超过当年的《教父》。对啊。但你那你会不会觉得他要比《教父》好呢？不会。可是每一个年代跟每在当那个年代的效果，而不是你能放回去一九六几年嘛？当然不行了。 啊，所以就是就跟我说这个，你不能跨时代去去去算计嘛，去比较嘛。所以其实呢，理解这个问题，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这个搏击一样，没有规则没法谈，对啊，对吧？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规则好，就是最大多数的主流人群，哎，用用用票用脚投票用票投脚，对吧？用票投脚，对吧？那么他们能够呃花花这个钱和时间看这种商业电影，算好。 那么赚钱的就是那如果你说这种共振的效果跟那种震撼感，实在，《Gone with the Wind 嗯》嗯是有史以来最好，一九三几年能拍成那样，对不对？飘。哎，如果你现在回顾起来哈，你拍的，哎呀，金哥拍的，听说有近两百部了吗我导演的一百多部吧。嗯。你自己要给你自己评，你觉得你的最好的电影是什么？ 实在没什么，我我我都不满意的。那您如果就是刚才一直讲共振，如果在今天这个时代，您要找到一种共振，你会觉得是一部什么样的片子？什么样的东西真正能引起我们共、嗯、共振的是什么东西呢？我会觉得喜剧里面放一点放一点人情味是是最好的。可是我现在手上没有一个我满意的喜剧演员，所以我不敢拍。 你必须手上有一个跟你想法一样的喜剧演员，嗯，你才能拍出最好的喜剧。嗯，当年有一段时间，我跟周星驰的想法是一模一样的，嗯，在同一个轨道上面，所以当时我们合作的片都很好。嗯，后来大家有有不同想法，就没有再合作。可是就是怎么说呢？如果一个喜剧导演没有一个好的配合的喜剧演员， 是很难达到一个特别高峰的。那你们当时想法有了什么不同呢？你的想法是什么？他的想法是什么？呃，大家都想做做导演嘛。<laughs> 嗯、他想做导演吗？<laughs> 好，那就你做吧。那就我拍别人，无所谓的。啊。所以您觉得，就是今天的大家心里面期待的那个东西，是笑声以外，有点人情味儿。但这个人情是。 是是，是说到非常小的那种家庭的情感都可以啊。你看，就是你今天你再看回去 t r a v l i n g 最好的几部戏都是很有人情味的。对，对，对吧？是你今天看还是好看？对，实在没有淘汰它，真的是。所以这个金哥，我发现他经常说，他觉得他是个商人，这是你说的吧？对。所以你选择拍一部戏，其实他真是反映了。我觉得香港人很多，香港人之所以当年能成功啊。 呃，这个也是，那真的像当年向华胜听说，真的就到电影院呢，到电影院去去看每一个笑声为什么笑，哎呀这样的去弄这个市市场。他主要是在台湾做了几个月，去研究台湾的市场。你觉得今天的市场怎么样呢？今天的市场太宽了，没有任何人可以做所有市场，因为你在北京的话，你不可能去五线城市，每天在戏院里面。有道理，对。 对不对？没错，今天中国现在三四五线城市是,是华语片的最大的市场，对，一二线城市根本就不看华语片了。那你了解内地三四五线城市的人吗？不够，不够了解,了解。那你现在凭着什么感觉去觉得这个好看呢？我觉得，呃，三四五线城市有点像。 当年九十年代的台湾的南部的城市，嗯，就拿那个来比比较，就相距不会很远。就有一阵子，我比如说我们研究视频网，就发现一些我们一线城市社会所谓社会精英阶层，很多根本没有人去关心的那种直播网站，<对>就是五线城市青年大学生看的，根本就是现在的 BAT 也是三四五线城市，对。对 从会员，但是有的也挺好看的。嗯、你看，怪不得这金哥老行尊啊至，至今至今还还硬挺在这个电影呃第一线上、这个，第一第一线上，这是个明白人呐，嗯、心里门清，谢谢。